人，船来了，快活，快点，来接我，快点，来搭把手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，走了，没事，没事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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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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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，这边，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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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萧爷，多亏萧爷神机妙算，才有了这样的战果。萧爷，您这招"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"，实在是高明。啊！对不起了，萧爷，上峰有令。命我查扣这批军火，抓您归案。萧爷，只能委屈您一下。黄局长，我可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这么害我？我也是没办法呀，上边的命令，我有几个脑袋也不敢违抗啊。怪只怪，在这么紧张的时候，您敢私运军火啊？您知道吗？有多少大人物都惦记着这批军火，准备发国难财呢？别以为您有势力，可跟那些大人物比起来，您还差得远啊！小爷，您就认栽吧。带走，我看谁敢！黄局长，是谁告诉你我萧海生私运的是军火？萧海生，这军火就在这儿，你想抵赖？我是正经商人，能干这违法的事吗？你说那是军火，就请你仔细看看。别慌，全都是日用品。黄局长，你诬陷正当商人，还要抓我，这事儿怎没完？你和你身后的大人物必须给我萧海生一个交代。误会，误会了，萧爷，萧爷，您可千万别生气。今天我公务繁忙，改天我一定登门谢罪，啊！不送了，登门谢罪，啊！老爷，幸亏您早有防备，否则的话，咱们人财两空，那吃大亏了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所以您才安排货临时从吴淞口上岸。
走陆路进上还没进咱码头啊！他们都以为我会用咱们的黄埔码头接货，他们太小看我。哎，这次您借警察局的手，痛击了日本人，那可真是痛快。我要让日本人都知道，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那个黄局长一看不是军火，当时那狼狈样儿，那可滑稽了。那都是一群势利小人。 我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一手，我能不防着他们吗？看来惦记咱们这批军火的人可真不少啊！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谁不想发点战争财啊？我们要加倍小心。是，老爷。 齐道亚的那批货现在也该进上海了吧？应该快到了。嗯。头子，齐到了。怎么了？货呢？老爷，我们的货刚要进上海，就被一群当兵的给截住了。兄弟们拼命抵抗，结果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我赶紧跑回来跟您报信，咱们的货被当兵的给抢走了。 小野君，这件事情不能怪你，只能怪我们低估了萧海生的实力。这个仇，我一定要报。哎，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。我听说，那些军火根本不在码头。 萧海生耍了一个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把戏，哼，把我们和警察局的人都给骗了。这个萧海生真是太狡猾了。怎么可能？下去吧。 萧海生的军火从陆路进上海的时候被人抢了，被抢了？什么人干的？据可靠的情报，是被上海保安大队陈队长干的。不好，这批军火进了军队，再下手就难了。是啊。 没想到这个陈大麻子也来趟这趟浑水。是老爷，咱们这批军火，那让上海滩的各路人马可都出手了。这才真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呢。老爷，这个陈大麻子那就是个兵痞，他那个上海保安大队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军，一群乌合之众，打仗不成，强取豪夺，欺压百姓。 那比谁都在行。这批军火要是落在他手里，再想让他吐出来，那可太难了。嗯，阿群啊，你知道我买这批军火，不是为了倒卖挣钱，而是为了加强咱们自己的力量。一旦战事一开，咱们也能保家卫国，为抗击倭寇尽一份力量。现如今这批军火到了上海保安大队的手里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 适得其所了，就算我把军火捐给国家了吧。老爷，难得您有这份胸怀，阿全佩服。嗯。哎呀，忙了一晚上了，我也饿了，准备早餐吧。行。嗯。哎。
老爷，我派人查了，咱们那批军火，陈大麻子并没有入上海保安大队的军火库，而是派人运到一个很隐蔽的仓库给藏起来了。不少当兵的把守，你查清楚了吗？千真万确，这个陈大麻子也没安什么好心。您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他没把这批军火入上海保安大队的库，而是入了自己的私库。看来他一定是想倒卖这批军火，发展政财。以陈大麻子的为人，这小子干得出来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你给我派人盯好了，等他这批货出手的时候，伺机给他抢回来。老爷，咱们可不知道谁是下家。上海滩盯着这批货的人，都想像陈大麻子一样空手套白狼。真正能出得起钱买货的人，只有红口道长的小野次郎。现在可是中日开战的时候，这陈大麻子胆子再大，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军火倒卖给日本人吧？那他不敢，但他一定会通过中间人把这批货转给日本人。你只要盯住红口道长，就一定会有结果。反正这批货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明白。都安排好了？谈好了。这验货的时候，要先支付给他们50%的货款作为保证金。等这批货全部安全运到了我们的货场之后，再把另外的货款付给他们。陈队长说了，他带兵护送太招摇了，他想叫我们自己派人去接货押运。好，时间后天早上。好，押运的事我自有安排，记住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一定要悄悄地进行。我要让这批货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我的红谷道场。是。